1999年8月16日，都城市某银行门前发生了特大持枪抢劫提款车事件，抢匪团伙作案，开枪将押款人员击倒后驾车逃逸，案件很快被报至都城市公安局。喂，我是周铁。什么？持枪抢劫？被抢的提款车是有机合成公司的，40分钟以前，他们的会计在两名警警的陪同下来这里提取员工的工资。20分钟以前，点完了现金，一上车就遭到了抢劫，包括司机在内的5个人全部中弹，已经抬走2个了。伤者的情况怎么样？一名警警当场死亡，其他几个人也是重伤，现在都昏迷不醒。抢走了多少钱？60多万，具体数字还在核查。马上分组调查。勘察现场，提取有力的证据。刘丹，你听到。你们向银行的员工和周围的群众了解一下案发时的详细情况。是是，快。李丁到。你刚才说被劫的提款车是哪一家公司的？有机合成公司啊。有机合成公司怎么了？头没事，你忙吧。是。伤者情况怎么样？伤者已送往医院抢救。哎，受伤的会计在哪？受伤的会计抬上车。快送医院去。什么时候见面？明天晚上10点，老地方，赶紧走。哦，哎，好好的，雨姐，走走走，军哥还得烧车呢，哎。数目是多少？总共
那你有没有看清楚是什么车型、什么颜色、车牌号记得吗？好像是蓝色捷达出租车，代号是 DAD 8091。8091。对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李丁到。好，进来。有什么情况吗？劫匪是乘坐蓝色的捷达出租车逃跑的，车牌号是 DAD 8091，今天早晨频繁地出现在银行门口。细心的职员记下了车号，应该没错。李丁到，请安排一下，封锁所有出入城的道路，路面上的巡逻车要全力搜索蓝色的捷达出租车，没有牌照的更要严查。是。刘丹到，去医院看一下伤者有什么情况，跟我保持联系。是，那我去了。去吧。记得您儿子也是这个公司的职员吗？对，大学毕业以后就分到这个公司，干了还不到一年。那他做什么工作？大学里学金融，在那公司里当会计。啊？会计啊？啊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。那个受伤的会计，我已经看见过了，跟我年龄差不多。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一个？对呀。他们一共来了两个会计。好，怎么样？还是没人接。李丹，前面给我停一下，我要下车。你要上哪去啊？我去市医院。张经理，哎，我问您一下，你们公司一共有多少员工？都算上可能有近千号人吧。哦，那您发没发现他们当中有没有什么行为不正常的人？没有啊，没发现。您觉得有没有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？哎，这就不知道清楚了，这得调查一下。嗯，那这样，我想要一份你们最近一星期缺勤人员的名单。嗯，可以。好，谢谢啊。咱们的钱能找回来吗？我们会尽全力的。你稍等一下。喂，是，我马上回来。张经理，那就这样，有什么新的情况，我们马上联系一下。哎，好，好的，好的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哎呀，好，再见。大妈出去啊！哎，出去买点菜。哎，慢走啊！刘丹，扣。伤者在里面吗？正在抢救。其他人呢？一名警警当场死亡，老会计在送医院的路上死了，另一名警警还有司机受伤较轻。里面的人情况怎么样？子弹从太阳穴穿过，是贯通伤，流血过多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周文。
他叫什么？周文。小周。周，不会跟你是？他是我儿子。喂，我是周铁。哦，徐局。现在。好，我马上到。刘丹，我到局里开会，你在这儿给我盯着。不，你留在这儿等着吧。不用了，伤者出来以后马上询问，争取时间。可是没有什么可是，执行命令。是。就在周铁为了家人和案件焦头烂额之际，劫匪们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。主犯胡志军看着眼前堆积的巨款，心中除了狂喜，更深埋着不安与惶恐。今天上午10点左右，我市发生一起严重的持枪抢劫提款车案。这是现场的示意图。银行坐落在长树路的路口附近，银行门前有一个停车场。事发之前，有几辆出租车就停在这里。现场调查，劫匪用的车辆停在这儿。上午9:45左右，和盛公司的两名会计和金井乘车来到银行提取公司员工的工资，在现钞点完之后，一上车就遭到了劫匪的枪击，包括司机在内的5名员工全部被击倒。根据现场提供的弹壳弹底标示显示，劫匪用的分别是54式手枪和苏制的制式手枪，其中54式手枪打出4发子弹。喂，苏制手枪？对，是我。打出2发，全部命中。刘丹呢？劫匪一共抢走人民币，情况怎么样？63万余元，乘坐蓝色的什么捷达出租车逃逸，车牌号是都 AD 8动91。目前我们全市的巡逻车已经上路，正在紧张地搜索这辆车的踪迹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答案。徐局，我说完了。嗯，走吧。现场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。这个案件我已经上报了省厅，省厅非常重视，责令我们要尽快破案，最大限度地挽回国家的财产损失。我看这个案子还是交给老周来负责，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。请各位领导相信我，我周铁保证完成任务，把劫匪统统缉拿归案。随着周铁的一声令下，都城市公安局火速调集了全部警力，严密封锁了所有出城的交通要道，对过往人员进行仔细排查，力图将案犯封锁在城内。
你在家。杰子，哎，我说你刚刚怎么不说话呀？啊，没什么事儿啊。哎哎，我想问一问，有多少钱啊？我哪至于多少钱啊？那箱子不是被军哥拎走了吗？军哥能是那种拿了钱就走了的人吗？我没说不放心胡志军，好不好啊？说过了吗？明天之前不要联系。你怎么还给我打电话？我只是想问问你安不安全，回家了没有？你是想问有多少钱吧？别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，我没那个意思。我告诉你，60万。咱们仨，每人20万。明天老地方见，一分也少不了你的。哎呦，哎，志军，你千万别误会，千万别误会啊！哎。那我有事儿要挂了。啊，行，那就明天晚上10点老地方啊。好，行。现在处于昏迷状态，还没有脱离危险。他还能醒吗？他受的枪伤太严重了，我们对他进行了抢救，力所能及的手术我们也做了，他醒过来的几率很小。小薇，你听见吗？我是爸爸，小薇，好，你没事吧？这儿陪你。没有，你赶快回去，这是命令。快去。薇子。今天晚上10点，老地方见。对，时间改了，改在今天晚上。你来就行了，就这样，晚上见。
着几近崩溃的妻子，看着生死未卜的儿子，一向坚强的周铁也不免有些失措，但他清楚地知道，眼前最重要的，也是他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尽快将案犯抓捕归案。也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他此时翻江倒海的心情平静下来。是我，有什么进展吗？什么？车找到了？刘丹，好，是这辆车吗？没错，司机的尸体就在后备箱，车上发现汽油。看来罪犯想烧毁汽车没有成功。好，啊，从后边打进来的。有什么线索吗？装汽油的瓶子上发现指纹，应该是罪犯留下的。好，在车上发现这个。是很有价值的线索。罪犯是想点燃了蚊香以后离开现场，等蚊香烧短了，燃烧了火柴，火柴遇到了汽油，就会把整个车辆烧掉。这个时候，他们已经不在现场了。没错。看来罪犯的思维很缜密。涛，这么沉着冷静、下手如此狠毒的凶手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那我们就跟他较量较量。刘丹，到，马上组织人手对指纹进行比对。是。李丁，走，去调查一下受害者。是。指纹比对一定要快，知道吗？是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去吧。喂，局长吗？于吉，他不来了。嗯，这包一会儿拿走。秦哥，咱们一共抢了多少钱？60万。那这里是20万？不，30万。30万？怎么是30万呢？你30，我30。那于杰呢？你说呢？不好啊，军哥。有什么不好的？你要是觉得不好，从你这儿分点钱给他。他就开了开车，也没做什么其他的。那他要是来找我呢？他敢吗？这枪就2把，你那儿一把，我这儿一把。他找你，他敢？哎哎，我们单位今天去银行提工资，被谁了你知道吗？哦，知道了。哎呦，传的可快了，说是一帮蒙面人拿枪抢的，跟电影似的。是吧？嗯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困了，想睡觉了啊。也不知道还给不给我们开工资喽。哎，嗯，什么味儿啊？臭死了，赶紧洗洗去。哎，快点啊！哎哎哎。
对了，军哥，小军的事儿你怎么办？这是我最后要做的一件事儿，完了我就会远走高飞。你放心，这事儿我自己会处理的。妹子，你要多保重。军哥，你也保重。后会有期。当事人的家属，你叫刘一，说是你的，没错，开车的是，是我父亲。你能详细讲一下，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失踪的吗？我父亲是下岗工人，原来在厂里是司机，下岗以后就跟我开夜班，我们俩每天倒着班开。我是早七点到晚七点，我父亲是晚七点到午夜十二点左右。昨天下午七点左右，我把车他就开出去了，结果当天晚上他就没有回来。原来从来没这样过，我找了他一夜，上午就报了案。在与何威瓜分掉赃款之后，回到家中的胡志军却有意外的发现，一截断指被端正地摆放在他的门前。胡娟儿，在厂子上耍鬼出千被抓是什么规矩你知道吗？你弟弟在我厂子上耍鬼出千不是一次两次，我呢一忍再忍，人有脸树有皮啊。既然你不教育他，只好我帮你教育他了。秃哥，开个价吧。哼，规矩你知道。五万。五万乘以二。凭什么？凭你那份儿。我的。对，我知道你是高手，抓你的现行不容易，但你别以为我们都是傻子。行，你别说了，十万对吗？但得按规矩来，别难为我弟弟。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。别难为我弟弟。一个星期。这他妈是给你的教训，长点记性。知道他在都城市的恩怨还远没有了结，在逃跑之前，他还有不得不做的事情。老子他妈杀了你！也就是说。是8月16号凌晨出的事儿。对，我父亲他怎么样了？啊，你知道今天早上出了一起车间抢劫案吗？罪犯用的车就是你的。他怎么了？弟弟，嗯，这交给你了。是。
没人接。我是周铁，指纹对比情况怎么样了？什么？一个星期？你听好了，我只能给你们三天时间。现在指纹是唯一的重大线索，早一分钟出来对案情都有帮助。你们辛苦一下，三天之内必须给我出结果。哎呦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有事你不叫醒我。又出事了。出什么事儿？我们又发现一辆出租，司机和上次一样，脑部中弹，被塞在车的后备箱里。这是第几个了？加上警警还有老会计，一共四个。走，咱们到现场。是。叫上他们，快。好嘞，来。二组。胡志军打算去赌场找到秃子，结清两方的赌债，赎出弟弟胡小军。此时的胡志军已经命案在身，只要暴露在阳光下，每一个动作都会给他带来危险。在这种时候，胡志军往往会选择掷硬币预测吉凶。他把这种简单的占卜当作他勇气的来源。放在后备箱，看来歹徒用作备用车，但是没用。两辆车都发现了这个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很像是同一伙人干的。是。好，是个年轻人。刘丹，指纹对比结果出来了吗？还没出结果。告诉他们，今天是第二天了，让他们明天一定要拿出指纹对比结果。是。涛，这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了？从现场的情况来看，既然罪犯把计划安排得这么周密，那就是说，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们是不希望留下任何痕迹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认为这么做是可以隐藏自己的身份。您的意思是他们现在还没有逃出这个城市？他们极有可能还没有潜逃到外地。尽快的查出指纹，就有可能尽快的抓住他们。明白了。拖的时间越长，罪犯逃跑的可能性就越大。明天一定要拿出指纹对比结果。好，我去督促。李丁，到。你去调查一下这辆车的受害者，看看是不是同一天做的案。是，快。走，哎呀，轻点声音。好，走。
请问，这是卞大伟的家吗？对。我弟真出事了。从昨天我就有预感。来，进来吧。哎。二位老人好啊。8月14号晚上8点，白班司机都是每天晚上8点把车交给他，他开到第二天早上8点。那你什么时候感觉到他出了事儿了？白班司机没有等到他，就给我打电话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一直找，没找着。昨天晚上报的案。他开车多长时间了？星期，一个星期，他一直没工作，我托朋友给他找了这个活，没想到开了不到1周，还没挣200块钱，就出事儿了，都怪我呀。他走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？咖啡色上衣，蓝色休闲裤，黑色旅游鞋。辨认一下吧。君吗？哦，是我，胡志军。坚强的你，撑起风雨。